小车这边，上去。这边，这边，这边站着，这边靠一下。这边不能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你去那边坐一下吧。这边，这边，这边，这边。坐坐坐。你告诉我你的地址。这边不能，这边不能。你告诉我你的地址在哪里，我送你回家。小秀，小秀。那你先把鞋子脱掉了吧。喂，小秀，这边不能睡。你要睡的话，去客房睡。我这边有客房。小秀，小秀。你醒了。嗨。
那个，我怎么会在这儿？你喝醉了，又不告诉我你住在哪里，所以，我只好把你带到我家，让你住一晚嘛。这是你家哦。嗯。那我没有打扰你的家人吧？我一个人住。哦。那个我，我有点口渴，可不可以喝点水啊？可以啊，矿泉水可以吗？可以可以。嗯，谢谢啊。你怎么还不睡啊？啊，还没，我在后土。嗯，你是？建筑师。我早应该想到的啦，怪不得你要买那本字典呢。我认识的汉字不多，但是我的口语没问题。这么晚你还喝牛奶啊？小时候的习惯一直改不掉。那万一要出差没有牛奶怎么办？去买啊，跑多远也要买回来。可以麻烦你到我的书房把我的拐杖拿过来吗？哦，可以的。那你没有拐杖是怎么过来的？我跳过来的。我当然不好意思在你面前跳。谢谢。不谢了。其实你平衡能力挺强的，真的。是因为那次车祸吗？已经很久以前的事了。已经很晚了，你去睡吧。嗯，晚安了。你明天几点回学校？我明天9点钟有课。我送你。好吧，谢谢啊。嗯，晚安。晚安。